今天是11月21号，星期三。这里是广东顺德荣桂大剧院。我身边的呢是法拉都人声乐团，这是他们的演出。我们带来的是《美若黎明》。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，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。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，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。是11月21号，星期三。我身边的呢是。这里是广东顺德。